马的家人，还有现场的家人，大家晚安。我是，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三重精英会的那个丽蓉。那今天呢，很高兴就是恩妮又再度邀请我来上台分享。那我想先从我自己小时候的宗教背景先谈起，因为其实我家里是信仰一贯道的，然后我妈妈以前就会带我们去佛堂，然后我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是很比较擅长带团康，所以那时候呢，其实就是一贯道就是他们想要就是带读那个读经班，他们有专门成立那种就是在教育小朋友，都是鼓励小朋友就是多多的读经。那我呢，就是因为比较擅长带团康，然后又比较年轻，然后他们觉得就是需要说像这样子可以跟小朋友的互动比较好的人去带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常跟佛堂做接触，然后他就请我去带读那个小朋友，就是带他们读各种的经典。所以其实那个四书五经啊，包含现在我们常在读的《弟子规》，其实因为我总共教了十年，所以在这十年的期间当中呢，其实我是。那个经典，因为我们是只负责带读，但是我们不负责解，就是解释里面的意义。可是因为经典常看常看，人都是这样嘛，你东西常看，你就会有一个概念。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一贯道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叫我们就是也要常常回佛堂去上课，上一些就是也是类似像是一些就是说讲孝道啊这些的一些就是很好的人生的观念，所以那时候我也常回去听这些讲经说法。可是因为其实你常常做常常听常常听常常听，其实宗教其实最常的就是说很多的讲师很会讲经说法，那所以我们当然在里面听也会觉得说讲的都很对很对很对。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宗教会后来会让我自己觉得说它有一个到走到最后会常常会流于形式的是，大概大部分我们其实是宗教的东西会想比较想要诉求，就是说我们就要我们常常回去佛堂听经听经我讲的是听经，就是说听道理。那你常常就会很像老师去在学校上课，你就觉得老师讲的东西都很有道理，可是学起来了吗？学是可能有听进去，但是用了吗？这个不一定。所以到最后就是可能听经很常听经，然后再加上就是说那个时间就基本上因为还有就是他会邀请我们就是初一十五就是回去就是献供，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宗教的就是仪式。那我后来就会觉得常常一直回去就好像到最后变得有点流于形式啊，初一十五了到了，妈妈就说啊走一起回去佛堂，然后就回去拜拜，那拜完了然后就回家。然后其实这样下来之后，其实基本上就常常这样叮叮叮叮叮，那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比一般的小朋友优秀，我好棒我都还是会常常去接触这些很善的知识。可是后来会发现就是说静一来的时候呢，这些一切都是一个假象。因为像妈妈的关心总是都是会比较唠叨，所以她的关心的方式就是总是会不厌其烦的一直在你旁边提醒你说你要穿衣服啊，这个东西切了你一定要吃啊。然后到后来其实你已经肚子很比如说有时候肚子很明明就很饱，你就会跟她说不要我不想要吃，然后一开始可能好好跟她讲，可是她还是会一直很想要关心你，她就一直坚持叫你一定要吃掉，这时候就火就上来了，就会跟她说你这很烦为什么都听不懂你在讲的话。所以其实呢我要讲的是说很多东西经典的东西啊，其实学了没有用，那个东西其实都就是变成说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善自己习气毛病。所以那时候其实呢表面上很多人都常常会称赞我说哇你家女儿好跟我妈讲说哇你家女儿好乖哦，好有礼貌，还会陪你去佛堂啊，然后好像很乖。可是其实后来现在开始真的进入到超马系统里面去回想以后，会觉得说那些真的都只是假象，大家称赞你的那一面只是自己修饰过的那一面，其实实际上的自己其实是很多的习气毛病根本就没有因为就是常常去听经而有很大的进展，对德行上的进展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很多人去宗教团体其实会变成到最后其实是有点像是拿香跟拜，或者是说其实只是祈求说自己的身体健康或是事业或者是家庭顺遂，都寄望在说是我们的这些神明是遇到的是很厉害的法力的神明可以帮我们解决。可是最重要的关键并不在这里，一直到遇到超马之后我才有一些这样子的改变，是因为我发现习气毛病并没有改变。那再来是讲到就是我后来呢就是进入婚姻，就是
跟先生是大学同学，所以我在交读经交了10年之后，后来就跟他在一起，然后就结了。顺利结是走入就是那个家庭，那因为呢他是独子，所以我的决定就是说，因为他既然是独子，他还是得尽孝道，所以我也是就觉得说应该要跟公婆一起同住，因为经济上面其实也没有许可到说我们可以一次买两栋房子，因为他的家里的以前的关系，他也只能够拥有一栋房子，就是为了结婚之前他们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后来当然就是。既然嫁娶了，那我也算传统，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跟公婆住，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就是尽孝道嘛。然后那后来，所以我就选择跟公婆一起同住。那住是后来进去之后没多久之后，就刚好就后来就有小朋友了，所以我公婆那时候就婆婆就提出来意见，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宗教背景，他就跟我说，你可以不要去教读经嘛，因为就那时候因为我是在。松山，那我是娘家在松山，然后呢，我的那个就是住的地方在芦洲。他觉得我挺个大肚子，然后还要跑去松山，那、啊、我的工作地点刚好在正中间，他觉得我还要先跑去松山教完读经9点多以后，然后再跑回台北，再跑回芦洲，他觉得不放心，他就要求我说你不要再去。那我也就想说，就就是孝顺嘛，最起码的就是。尤其对婆婆总是还是会要基本的尊重，所以呢我就决定就说好，那我就请辞掉这个读经班的工作。然后后来请辞掉以后，其实人生的那个其实开始累积负能量就从那时候越快速增加，因为其实人啊只要一停止学习，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的东西就会慢慢的累积。那再加上其实那时候我呢我是在那个金融业工作，那做的是业务工作。那金融业其实这十几年来的变革也很大，就是其实金融业的以前传统大家就只是觉得存钱寄钱这样子，可是到后来金融业其实现在很诉求的是就是财务的一些就是说商品的销售，所以我们作为业务就被老板要求就是那个业绩的部分要达成，而且是每一年是三级跳，就是说你今年觉得你做得很好了，然后有好不容易达到了，他明年又给你升，然后就一直这样三级跳上去，然后而且永远有开不完的检讨会，反正就是做不到就留下来加班扣课，然后检讨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那时之后他们后来还会遇到更坏的老板，就直接跟你说做不到是不是，没有关系，你的客人你做不到那就表示你有问题，客人交出来我把你交给那个做得到的，就威胁，就是说把你经营的客人就说拿出来，因为客户是公司的资源，请你拿出来，就跟你讲说这些客人我要拿给这些就是做得到的人。然后就是再来就是常常会用言语羞辱你，你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别人就做得到，你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类似就诸如这种，就是说常常就是会言语上面就是会骂你，会羞辱你，然后就是逼你，就是说你就是整个就是拖累整个分行的人，例如像这样子的东西一直层出不穷。那我结了婚以后呢，其实那时候其实我家里呢也有小朋友也有点状况，因为我的小孩是到了4岁的时候，其实才发现就是说其实他有语言的学习迟缓的状态，就是他讲话其实到4岁他还是只有两个字，所以那时候的幼稚园老师就跟我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可能有点状况，你可能要带他去做鉴定。然后鉴定的结果，因为他4岁嘛，所以其实呢那个鉴定的结果他只能告诉你说是疑似语言的迟缓，所以他也跟一般的小朋友很不一样的是，他其实常常会就是大哭大闹，然后摔东西，就是只要一生气他就是没来由会突然生气，就把东西全部都摔到地板上去，然后常常就是会大哭大闹，坚持你要教他读书讲故事哦，小朋友不是很爱听故事吗，他不要，我要讲故事给他听，他就躲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大哭大闹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每天回去都是上演这样子，我回家然后我要教他读故事书，然后呢他就是跟你闹脾气哭啊闹，那公婆又都很疼孙子，这时候就会跟你讲说就不要逼他，可是呢你做妈妈的就会觉得说他如果这样子一直继续下去的话，他会跟人家落差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每天就是后来我就带他还是带跟婆婆协调过后跟请老公出去跟
婆婆沟通，我们就让小孩还是去参加一些就是类似像那种正规的，就是教导语言的一些学习。那婆婆也是也有同意。那但是因为这个路程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只有靠一个礼拜一次的这种语言治疗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他，所以每天一定是自己都要回去要带读。所以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大概要一个小时，然后呢就要带读，再带一个小时，那这样子其实也已经到了9点多了，也差不多要睡觉了。所以每天就好像兼职两份工作，就是上班，然后下班，下班以后就再带读小孩这些东西。因为一般的小孩可能是很随性，你想教就教，你不想教也无所谓，他会自己学习，他们会自己看。但是他不行，他就是你没教他，他就是完全不会看，所以就是一定要每天回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我就常常觉得我好像有两份工作的感觉。那再加上那时候其实我先生其实也比较偏向大男人主义一些，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假如说我因为公司有事情有聚会，我跟我老公讲说我要出去聚会，也可以问跟你，我大概每天到了大概聚会很少咯，到了8点多了我一定会接到夺命连环 call， 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还不回来，然后你到底要几点才回来，然后只要我没接到电话，只要听到电话就是劈头就是在骂人。所以呢其实那时候精神压力很大，因为我要出去做什么事情，等于是我老公没有办法帮我带小孩嘛，那我就只好请婆婆嘛。可是呢请婆婆其实心里也会有一种压力，就是觉得她平常已经都有在帮忙带小朋友了，她假日她也想休息，那又叫她再继续带小孩。其实那个时候那个长期这样精神压力下来，其实是到后来其实自己不快乐，因为业绩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又加上就是小朋友又有状况，然后呢老板又是一个变态的主管，然后再加上就是个婆婆老公又都是属于就是婆婆也比较传统，很多的照顾上面的意见都难免有一点点就是不太一样，那常生病呢婆婆就会怪到我们头上，就是你带得不好。所以其实6年多这样下来，其实那时候后来因为又遇到了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业务主管，那个会陷害别人的那个女生的业务主管，就除了逼迫你要把你客人拔走的这个客人，他还会陷害别人。所以那时候长期就是处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后来其实就有开始出现有时候对业绩那种压力，就隔天起来就觉得很不想去上班，可是呢又怕说自己没工作了自己能做什么呢，那种心理的压力，就是你明明不想上班但是又得要去上班的这种精神压力，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出现。2年多那时候其实前时候开始出现，就是有时候睡觉其实是没办法睡得很熟，有时候要很久很久才睡着啊，可能睡到了凌晨的2、3点就醒来了，然后起来以后就觉得很恐怖，就不知道明天又要上班了，然后明天的业绩在哪里，然后小孩也一直都还看不见他进步的曙光，到底要怎么办。然后一直到最后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在8月的时候，2年多前的8月，那时候我的妈妈她是中风嘛，然后可是她是本来要出院的，然后结果突然在出院前3天她突然走掉，就是本来觉得说啊她复健了2个月要接她回家，结果她没想到她突然之间69岁而已，她就这样就突然就辞世。那我刚刚有讲嘛，其实孝道是有在我心中，但是一直没有执行的很好。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心理是很惭愧的，会觉得说很多的爱都来不及做，他就突然就这样就不见了。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不好意思，心理压力蛮大的。然后。可是呢像人家书中有讲的哦，其实危机就是转机。我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关系，然后每天其实很像空壳，就是飘到公司然后坐着，然后就突然之间就会像现在这样子就突然就哭了，然后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然后后来就是天使出现了在旁边我的同事就是你那时候他比我早就开始接触超级生命密码，所以他那时候就给了我一本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啊。然后因为很痛苦，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有点比较背骨一点，就是你不够痛苦的时候你不会有进步的动力，因为很痛苦，所以那时候他叫我说你就照着我的做法说，照着我的方法去做，每天
你反正你就想办法先把超级生命密码先看完，好，你再难过你就是想办法有可以的话你就看完，那看完了以后呢，你就接下来你就是听弟子规做心法一二三，然后呢他又拎着我就是叫我跟他一起上街去发书，那我也不知道到底那时候你书也还没看完，反正就觉得说他做什么说什么我就跟着做，我就跟着他去路上发书，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哎，去发书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呢，那时候会开始觉得，哎，怎么感觉渐渐觉得自己，哎，心里变得比较平静比较踏实，然后后来也因为就是这样子就是照做，然后他也后来他自己成立了精英会嘛，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所以我草创时期的精英会三重那时候是在那个摩斯汉堡，就是大家在旁边啊，然后我们在旁边就在读那个就是文章很吵，然后可是那个感觉就是闹中取静，就是觉得说因为做的这个就是一直都有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你就渐渐的就感受到这个导师所说的能量上来了，慢慢的能量就是有提升，能量一感觉到提升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哎，开始你就会发现天地给你的礼物开始慢慢的一样一样出现了。第一个礼物是比较实际上的一点，是我同事最快看到的。其实我之前的体重跟我现在呢，我那时候跟现在差了15公斤，可是我这15公斤是一年内就减15公斤，我第三个月那时候其实就瘦了7公斤，然后我很多客人都一直问我说，你偷偷告诉我你是不是去吃减肥药，还是说你去哪里做什么事情怎么可以瘦得那么快，其实不是，只是因为当能量提升了以后，很多的好的饮食的习惯你可以做得到，以前是听归听，你知道不要吃，你不要吃太多的淀粉，你知道不要喝糖分的饮料，知道归知道，但是压力很大嘛，不喝就觉得不欢，不喝不欢不坏，所以就是还是会喝。可是呢，后来你开始知道了一些正知正见，你知道说你的身体才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你想要身体好，你的饮食习惯就要改变。而且因为我妈妈就是中风，就是因为那时候太胖，所以她的离世也给了我一个警讯，就是我知道说身体这件事情你没搞好，你会拖累的不是只有自己，还有你的小孩也都会跟着你担心。所以我从那一刻起，再加上就是练习做这些心法之后，我就开始改变饮食的习惯，所以才会一下子就可以瘦。而且这瘦了带给我什么好处，其实在我妈妈要开刀之前的时候，本来是我要先去开刀的，因为我那时候呢脚太胖了，膝盖很痛，然后就是那时候呢我还以为我遇到了良医，中山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说，你就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呢就是那个膝盖那边有什么地方长得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要来开刀。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我遇到良医了，之前每次去那个医生都只跟我说你太肥，我都不相信，我觉得我都遇到，我就觉得医生都好没诚意，都说我太胖，我说我叫你帮我看一下 X 光片，你跟我说我太肥，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说我都遇到坏医生，我终于遇到一个良医了，那个良医告诉我说你是因为脚哪里怎么不一样，所以呢你就要来开刀。就后来是因为我妈妈因为发生中风的事情，所以我就停摆了，我就没有去动刀，后来因为这样变瘦，我根本也不用动刀就后来就好了。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常喝冰的饮料的习惯，所以其实呢我一直有汗疱疹，就是我到了夏天会长那个就是水珠 的那种，就是一颗一颗的，那个长在脚底下踩下去其实是很痛的，所以我每次都要拿针把它戳破才不会痛。然后呢这个汗疱疹其实我看了20年的医生，断断续续啊，因为其实人都会懒嘛，就是断断续续看了20年没看好过，后来呢也就这样子就不药而愈了。因为你改变了饮食习惯，然后你就是调整了自己的，我觉得应该是能量调整的上来之后，有很多湿气的东西慢慢就会排掉，所以其实就变成说汗疱疹也就这样就不药而愈。然后这是第一个礼物。那第二个礼物呢，是我那时候就是有刚刚有讲嘛，其实夫妻关系走到有一段时间，走到那时候其实因为他很大男人主义，他都绑住我，不太让我出去，我真的就是只要假日的话我真的很都没有办法出去，我只要跟他开口要讲出去，他就说不能拒绝吗，为什么一定要排在假日，你不要去，你不准去，你就跟你们老板讲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你不要去，反正都是禁止我，就是叫我都不要去就对了。所以我很少跟同事出去聚会，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其实
你看我每天都这样上班，就已经压力很大，又回去又照顾小孩，然后又没有这个就是说排解的自己掉自己的就是心理痛苦的机会，所以我心里面其实是很怨的。我常常会怨说，为什么一样是薪水我也没少赚，我们是双薪家庭，小孩也是，你也有股份啊，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在？为什么你都不用参与照顾小孩？你想出去哪里就出去哪里。那我却是要像灰姑娘一样，每天都要在家里面带小孩，那心里面很常抱怨。所以其实说实在话，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关系是，就是也很少互动沟通啦。两个人就很像说回到家里，就是回到同一个地方，睡在同一个房间，但是早上的时候又各自去工作，其实也很少沟通。可是到后来，因为就是这个第二个礼物，就是说关系家庭关系，因为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有了改变，是因为那个老师一直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把《弟子规》落实在生活当中。那落实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还有再加上常常做就是一二三步骤一二三，所以你把能量提升上来，你的发话权就出现了。我后来就是他也看到，就是第一个他也看到说，他把我压垮了。对他也没好处，因为我就是那有一阵子就是瘫在那边嘛，就是回家就是像游魂一样，所以他也觉得他终于开始也学习，就是说其实夫妻是要互相的，所以他就是让我就是我也，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说，很痛苦嘛，他那个超马给我那种安全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出去就是上精英会。所以他就让我可以，终于可以让我在假日的时候去参加精英会。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因为你能量提升上来了，我觉得先生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说其实你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然后所以呢，再加上因为其实那个感恩心法很常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少抱怨，多感恩对方。所以以前我们也很少就是会去跟先生怎么讲说啊，老公你辛苦啦，老公谢谢啊，这些其实很少，那就气得要死的，还要跟他说谢谢，多困难。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学习，就是不管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说他只要有一件两件对你好的，你都跟他说谢谢，他就会发现说我在接触的东西其实是不错的东西，他就更加愿意让我常常来接触。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改变，所以后来就会发现说，他也会开始想说，哎，他到底以前哪些地方没有做好，他也改变了。可是这个东西不是我去强迫他，而是他自己很自发性的就愿意改变。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透过每天在做忏悔的心法当中，其实我也想起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小孩会有这样子的就是状况，就是语言发展迟缓的情况。其实我会觉得说，回想起来是因为真的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把很多的重心放在工作的业绩，我要怎么去做到老板的要求，所以呢其实可能就心思很比较少放在他的身上，只是例行性的公事，少了那种爱的感觉。所以后来呢，我就会发现说，我少了这种爱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孩子他会不会很健康发展很重要的关键。我那时候其实以前在怀孕的时候，我连胎教都没做，就是不是人家都说会抱着肚子跟小孩说啊，妈妈好爱你，我一句话都没说过，因为那时候我只想着工作，然后我只觉得他住在我肚子里好重哦，所以我都一直在抱怨。可是后来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造成了很多的这些负向的循环。所以我现在就是会调整自己，就是说我们睡觉前的时候就会跟他抱抱他，然后跟他互动，然后让他感受那个温暖。然后还有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会去关注自己讲话的态度，你有没有常讲正面的话，还是你都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可以那样，你不可以那样，还是说你应该要多讲一些说，哎，你这样做怎样做会更好哦，然后你做的怎么样很棒棒，就是例如像这种爱的语言。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人都是自己也喜欢听好听话，所以小孩大概也喜欢听好听话，你这样鼓励他就会往那个好的地方走。所以呢，后来就是再加上，其实导师有说，其实小孩子会有状况，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小朋友，如果会有状况，其实是祖德的问题，所以祖德的问题就要想办法去化解。所以基本上就在忏悔心法当中，我就会跟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以前的累世的负能量，跟他做忏悔发愿，就是做功德回向给他。所以就这样子，真的就是也没特别去强求，
然后我的小孩现在其实就差很多。那时候他刚进小学的时候，老师是连考卷都没办法改的，因为老师讲说要听写要写，老师现在念什么注音呢，你要想办法写下来，他整篇都是空白的，因为他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他连续个两三次拿回来，我都很傻眼，就是完全老师不是跟你讲要写听写吗？你不是会写注音啵啵啵啵吗？你要听写，他不会。可是到后来现在已经是可以进展到跟大部分的小朋友是差不多的，就是他考试都能够至少都可以考七八十分，有时候还可以到九十几分，也有考过一百分过。那分数不是重点，我想讲的是说，其实他能够跟上大部分的小孩的进度，这个就是很大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恩典。因为小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肉嘛，他如果不好，我们也很担心。那因为他语言不好，我更担心的是他以后长久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那我后来就发现说，以前我都常常看他的缺点，就觉得说他怎么会这么怪啊。后来呢，我就发现说，他因为他比人家就是说少在语言的东西了解的太过快，所以其实他很单纯，他很善良，很单纯。我渐渐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导师教我们这个爱跟感恩，就会开始你就会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呢，那种家里的幸福的感觉，其实我真的每天现在回家都觉得很幸福的感受，就是说我的小孩好可爱，好单纯。我老公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体贴我了。所以这就是第二个礼物。那第三个礼物呢，是最近才得到的礼物，是那个我之前有说嘛，因为我那时候在两年多前，那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我妈妈突然走掉的打击，我那时候其实是靠我的睡眠需要靠药，就是我那时候忧郁症就是复发，所以呢其实是需要靠药物才能睡觉的。那一直到前面的一个多月开，到大概差不多七月多的开始以后，我已经完全不用靠药物就能够直接一觉到天亮。然后呢，现在几乎是就是没有闹钟是叫不起来，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相信全台湾的人有很多人都有睡眠上面的障碍，所以你看来超马有多么的神奇，所有的身体上面的问题，其实你只要或者是你家庭上面的遇到的问题，其实你只要改变了你的能量，你就跟你的负能量达成了一些很好的那个沟通的话，其实你就慢慢的就会有解。那我相信今天呢会来到现场的朋友啊，就是大家都一定是很有福报的人，因为没有福报的人还不一定能够接触到超码。那你们都是很有福报的人，那所以其实只要学习，就是说来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试着就是打开心门。好，如果说把所有东西你都要就是像鸡蛋你在挑骨头的话，那很快就会被扫出局。可是如果你呢能够打开心门，先把自己先放开心胸来，然后抱着就像老师说的，抱着像小朋友在做实验的心态，你就试验看看。反正这试验呢给自己可能三四个月的时间去试试看，是不是真的照着就是刚刚书中的方法所讲的，就是把书看完，然后听导师的就是语音档去做步骤一二三，然后很重要的是要上精英会，因为自己们就是自己埋头苦干的东西，有时候会被自己的知识有限的知识所障，可是大家一起共振的时候呢，它会启发你很多不一样的效果。啊，当你愿意尝试看看的时候呢，其实你有可能就是像刚刚讲的财富、健康，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能量的问题，你都会有机会可以得到就是有进步的机会。那就要看大家能不能够试着打开心门做做看。那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谢谢。